集装箱式剪灰炉是由我司自主研发，并且技术遥遥领先所有厂家的一款新型火化机。下面是在自动模式下进行接湿的操作。按下接湿键，小支会自动驶入炉膛，带出炕面。此时将遗体平放于炕面之上。按下入湿键，小支会带着遗体自动驶入炉膛。同时关上炉门，小车会自动驶出，此时进入等待火化的状态。